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时，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开会哈。那请议事人员宣读上一次的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3月4日星期一上午9:01至11:41，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罗志政等12人，列席委员彭慧珍等16人，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及所属人员，法务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副司长孟玉梅，主席蔡召集委员适应。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吴钊燮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吴钊燮报告，委员罗志政等14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及其所属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外交部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本会各委员，并附至本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陈明文等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讨论事项：审查外交部函送驻南非共和国台北联络代表处与驻台北南非联络办事处司法合作协议案决议，审查结果全案审查完竣，准予备查，提报院会。院会讨论时，由蔡召集委员适应做补充说明。以上宣读。我们现场陈曼丽委员哈，那我们还少一位哈，我们议事录等待会至少2位我们再来确认。那接下来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及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审查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关于国军退出于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非营业基金作业基金。一、国军退出于官兵安置基金。二、人民医疗作业基金。以上宣读。好，那我们今天目前在场的这个立法委员和我们的同仁陈曼丽委员，那另外我们出席列席的官员有我们邱国正邱主委，我们李文忠李副主委，李家凯李副主委，主秘杨家人，那另外有吴志阳是正规处的处长，服务照顾处的处长曲良志，就养养护处处长林夏富，就学就业处长秦文台，就医保健处的处长葛光忠，事业管理处处长张小珍，退出给付处处长陈荣信，行政管理处处长简世峰，人事处处长林正一，政风处专门委员李伯章，会计处处长杨顺成，统计资讯处处长杨志强，张志强，法规会执行秘书黄进兴，我们北荣的院长张德明张院长，中荣的院长许慧恒许会长，许院长，再来高荣的院长刘俊鹏刘院长，另外我们北荣的苏澳分院院长陈文琪，北荣桃园分院的院长卢新华，北荣新竹分院院长彭家勋，北荣玉里分院的院长赵建刚，中荣埔里分院院长徐蔚慈，中荣嘉义分院院长李世强，高荣台南分院院长王瑞祥，高荣屏东分院院长万树仁，质询中心王昭举，台北劳务中心兼代主任杨明富，福寿山农场厂长吴家昌，清境农场厂长董玉文，武林农场厂长袁图强，彰化农场厂长张明寻，台东农场厂长李黎瑜，
申保处处长郑养生，农民公司董事长张小珍，行政院主计总处基金预算处科长吴婉玉吴科长。好，有没有没介绍到的？哦，我再补充介绍我们另外一位出席委员哈，我们吴坤玉吴老师吴委员。好，我们刚才议事录已经宣读哈，那不知道有没有遗漏或错误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认上一次会议议事录。那我们今天的议程是要审查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关于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管非营业基金、国军退出役官兵安置基金、农民医院、农民医疗作业基金。那今天进行询答哈，那首先我们先请邱国正委员进行，要确认邱国正主委哈进行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本会为落实政府照顾退出役官兵的政策，设置国军退出役官兵安置基金以及农民医疗作业基金。那107年度各基金的执行的结果，剩余分别为10亿6000余万元以及34亿2000余万元。另外，我现在就仅就我们108年度的业务计划重点与预算编列的概况摘报如后。我们退出役官兵安置基金方面，致力于辅导国军退出役官兵就业与经济农业生产以及投资事业管理，其提升经营的绩效，用作配合募兵制推动各项就业就学以及全班规划所需要的稳定裁员，永续发展，积极落实基金的设置功能。在108年度业务计划的重点，第一是推动就学辅导后职就学的就业的竞争力，鼓励退出役官兵透过就学进修提升职场的优势，编列预算1亿4000余万元。另外，我们补助大专院校进修大约有1400人次，另外就业的考试进修大约有520人次，就学辅助的奖励有5336人次，另外有生活补津贴24人次。在第二，我们提供多元的职训，协助投入职场，依据产业发展的政策、企业用人趋势与退出役官兵就业的需求，培训所需要的专业技能，预算编列了1亿5000余万元。我们也办理转业职前的讲习，有11000人次。另外，创业贷款利息贴补35人次，另外职训的补助有1500人次，另外委外训练2700人次，这都预化。另外，自办的训练有1517人次，训后让他们能够顺利就业。另外，在有效就业辅导、促进永续就业方面，结合产业的动脉，开发优质的工作职缺，协助投入劳动的市场，长期稳定就业，编列预算3亿6000余万元。另外，我们也举办权益说明会24场，推介就业6000人次，办理服务说明会2000人次。另外，讲习的训练180人次，促进稳定就业方案4460人次。强化土地管理作为方面，我们把保证农特产品的品质，我们建置土地管理的资讯系统，汇整各农场经营土地的资料库，以利于管控各场土地的管理。另外，要推动我们农产品的产销履历与高山茶叶农药零检出，积极推广有机的栽培，提升我们农产产品的品质，积极观光行销作为，精进农场的油气品质。我们推出多语版的文宣资料，办理季节特色活动以及多元的体验行程，
我来吸引海内外游客来访。我们要投入资金改善经营的环境，然后提升农场的环境安全，进行营业设备的更新，以及提升整体服务的品质，提升会派人员的专业，强化投资事业管理，委托专业机构办理会见的中高阶主管、企业管理及会派的董监事讲习，以增加他们专业的智能以及落实本会的政策执行。另外，我们以目标管理的方式来督促会见的所长提升经营的绩效。每一年对于会见的高阶经理人员，我们会实施考核。在108年度预算编列的状况，第一就是收支的余数，总收入编列23亿900余万元，较107年度增加了1.63%。另外，总支出方面编列17亿8000余万元，较107年度增加了大约有15.69%。另外，本期的剩余，5亿2000余万元，较107年度减少了2亿511万余元。但请看第11页，我们固定资产的建设改良扩充，在我们108年度编列52亿8000余万元，来更新是为了要更新各项油气的设施以及教学的设备，还有荣民公司以资产抵偿安置基金代举借的债务。另外，资金的转投资方面，我们编列投资金额10亿1000余万元，较107年度。增加了9亿1000余万元，它主要的要增列荣民公司以转投资股权抵偿安置基金代举借的债务之一次性的项目所导致的。也在荣民的医疗作业基金方面，提供退出役官兵以及民众优质的健康照护，推动医学的教学训练以及研究，以厚植荣民医疗体系竞争的体质以及提升服务的品质。108年度业务计划的重点，第一是结合了医疗与长照，提升服务的能量。我们已经预备要培训长照的专业人员13000多人次，取得照护员的训练证书2300余人。另外，协助2238人次出院以后无缝转衔长照的服务。居家式长照我们已经收案了6246人。另外，日照中心也已经全面的营运，在83个社区据点提供了预防以及延缓失能的介入服务。我们已经设置了11个 A 级，也就是社区整合型的服务中心，15个 B 级，也就是复合型的服务中心，还有5个 C 级，就是巷弄的长照站，提供了1300多床位的护理之家的床位。那么我们108年预划可以提供3348床。在拓展失智照顾以及强化高龄友善服务方面，我们3所荣总以及新竹分院设立了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各级的荣院设置34个社区的失智据点，我们108年准备要再增设30个社区的失智据点，这样总共可以达到64个。另外，3所荣总开设高龄的医学病房，各级的荣院也提供整合门诊服务。108年增加高龄病房、衰弱介入的服务以及高龄的共照。在推广安宁疗护、维护善终的尊严方面，我们已经提供安宁的居家共照以及住院的安宁缓和医疗服务，并且推动24小时的远距咨询的服务，往生者家属他悲伤的筛检以及关怀等服务。另外，108年起，我们也准备补助各级的荣院设立预立的医疗咨商中心以及培训专业人员，提供预立医疗照护咨商的服务。
在精进医疗的效能、优化健康照护服务方面，我们推动分级医疗，强化院际的沟通，三所荣总加入电子转诊的平台，设置转诊专门的柜台，并且与社区的院所签订双向的转诊合作合约，开发转诊 APP 或网页，来强化我们资讯共享以及沟通。另外，在推动医疗资讯审核、提升服务品质方面，各分院也陆续的导入台中荣总核心的医疗资讯系统。另外，高雄荣总跟台北荣总分别要在108年跟109年完成主机系统的转换为开放的平台。另外，创新临床教学研究、优化健康照护方面，我们在医学研究计划上传政府研究资讯系统，总共有1329件，发表在 SCI 国际期刊有1617篇。另外，申请专利的件数总共有42件，技术转移的有6件。在台北荣总肾性贫血临床治疗的指引，已得到金奖，分别是世界第一、亚洲第一，还有全国第一，与国内外的学术机构签订合作协定有379件，医疗专业的研究会以及培育课程的总共有33000场次，总共有78万余人次。另外，在更新设施设备以及提升服务能量方面，我们新建医疗大楼，提供友善的就医环境。另外，我们购置精良的设备，增进医疗的效能。我们于108年又要规划设置达文斯 XI 机械手臂等27台。另外，在药材联合采购以及提高成本效益方面，108到109年的卫材集中采购，总共决标了1124项，现在正办理药品的联合采购。另外，在配合新南向政策，强化国际的医疗服务方面，我们三所荣总已经签订了澳洲、菲律宾等国家44项合作的备忘录，还有1项的合作意向书。108年，我们将会持续扩大计划到印尼等国家去做义诊。在108年度预算编列状况，第一，在收支余措方面，总收入编列601亿6000余万元，较107年度增加了大约有6.20%，总支出编列了584亿2000余万元，较107年度增加大约6.17%。在本期的剩余方面，17亿4000余万元，较107年度会增加1亿1858万余元。另外，在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方面，计划编列40亿4000余万元，也包含专业的计划有10亿9000余万元，还有一般建筑以及设备的计划有29亿4000余万元，都较107年度增加6亿2000余万元。作报结语，本会国军退出役官兵安置基金以及荣民医疗作业基金，依据基金收支的保管以及运用的办法，审慎的营运，力求产生剩余，被人循环运用，永续发展。对于退出役官兵就业技能、技职的专长培训、就业的媒合、国家医学的发展以及荣民荣眷的医疗照顾等，的确有所注意。因为因应募兵制推动以及国家长照的需求，将结合前瞻的思维，持续精进提升辅导退出役官兵就业的能量以及服务的品质。请各位委员先进不吝指正与支持，并使本会就学就业安置以及就医的服务施政更臻完善。报完毕。好，谢谢邱国正主委的报告。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询答，今天只处理询答啊，预算的审查我们下次再安排。那本会委员是6+2分钟，非本会委员是3+2分钟，我们到10点发言登记截止哈。第一位进行询答委员是蔡适应委员。感谢主席，能不能请退辅会主委就备询台？来，邱主委请。蔡委员好。好，主委好。我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关于这个警消海巡空勤遇到的问题，我想这两天我们在立法院许多委员都有提到这个问题，我最早在政党质询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出来了，那现在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个主委你晓得吗？我知道，像目前就是去医疗的话啊，这挂号费免费是已经定案的。另外还 有很多在一般的医院里面，他都享有这个健保啊等等，跟我们种种医院啊所享有的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这样子啦，昨天院长的最新的宣布啦，是说这个挂号费免费，对，然后健保的自分负担也不需要，他是讲了这两个部分。好，那所以我现在确认一下哈。这个未来的警消海巡空勤到我们退伍会所属的医院来的话，挂号费免费跟所谓的部分负担免费的费用是由谁来支出的？因为他说政府负担，我不晓得政府负担是退伍会还是行政院统一编预算。挂号费是我们自己来消化，就有了荣总。挂号费由荣总来消化，那部分负担呢？部分负担的话，需要他们编列。那委员。内政部已经有编列这方面的预算，就是警消海巡到我们荣总的系统的话，要编列。好，挂号费我们这个辅导会自行吸收负担。好，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哦，你知不知道军人到退辅会啊？是，部分负担要自己处理，你知道吗？是。那未来嘞？未来这次有讨论到。如果说这个警消这方面的话尚有余裕，国防部也要编列，可能将来的话到我们这边是不是，当然是要编啦、啊。是，你觉得弄了老半天就军人到龙总去，没有健保的这个部分负担还要自己处理，你觉得公平吗？这个我好久以前咨询过的时候，你们说还在协调。现在的状况是，当苏院长都已经宣布警消海巡空勤等等到我们的退辅会所属的医院。挂号费跟部分负担都要由政府来支出的时候，军人到我们的退辅会当然也要啊！不要忘了哦，我们退辅会我们所属的人员到军院去是什么样的情形？现阶段的话是挂号费免费，那部分负担由退辅会编列预算来支。对啊。那鲍委员，那国防部的话，他们要帮你要确认一下哦。我再确认一下哈、哦，到军院去的部分是部分负担是谁出的？由退辅会。你确定哦？是我上次问军，我上次问三总，三总说他们出的呢。没有，部分负担确定哦。是，我到时候问军医院，我到时候再问一次哈。军医院这个部分，军医院的部分负担的话，要由国防部他们编的话，我们的都是健保署统一处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都应该要一起把它纳入考量了。好，是好，那未来我们到那个所有的其他的，我们讲了有6个县市的指定医院嘛，那指定医院名单出来了没有？最主要是像云林县的话，就大概是台大云林分院。那其他的新北咧？新北的话，可能是三重这个市立医院，那个新北市市立医院，新北市的市立医院是。好，那另外那个布立医院，爸爸到底是布立医院还是市立医院？新北布立医院是布立新北医院吧？是不是？是。那苗栗咧？苗栗目前也是布立医院，苗栗布立医院。那彰化呢？都是布立医院。那金门跟连江，金门的话是县立，那个金门有布立医院，那连江是县立医院。好，那这几个都已经确定了嘛？哈，目前都确定。那我认为这样子，未来也请我们退辅会公告给我们所有的农民的朋友知道，好不好？因为对他们来讲，等于除了在我们现有的退辅会的医院之外，包括军医院，包括这6个县市没有退服、没有龙总或者没有军医院的，他们也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好不好？那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吗？
5月1号，5月1号嘛，这个已经确定了嘛，吼，好，那我希望在近期内退辅会公告给我们，或者在你们的新的叫龙光嘛，对不对？对，龙光，到时候公布给我们所有的农民的朋友，让他知道这政府的德政跟美意，好不好 ？OK， 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也希望退辅会能够跟军方尽速来协调国防部的那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国军现役军人到。龙总的部分负担的部分，我也要求5月1号前一定要实施。那我要求退辅会跟国防部要求要尽速来处理，好吧？我觉得这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哈。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要讲，因为这个从我开始提到现在哈。好来，那另外那个转投资安置的部分哈，我记得我在去年咨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希望你可以接近安置的比例，你说你们会来努力嘛哈？对。那现在还有哪几家医院你们觉得很差的、啊？知道吗？你说就是低于安置率啊。我们的持股率低于安置率。跟委员报告，目前低于我们的安置率低于持股率的，主要是新客运、远荣还有泛亚这三个是我们有会见首长的。那另外新庄、新南跟新雄，因为我们没有会见首长，在推荐方面的确是比较不。问题是好，那我看一下，那你那几家，你觉得哪几家公司你们列为优先要处理的？你自己告诉我。跟委员报告，其实新客运跟泛亚这几年其实是有慢慢在提高了。哦，只是因为这两家的持股比例真的都比较高，但是我们已经都在协助哦，尽可能的从我们的职训中心或者是从军中转介，我们都有在辅导，优先能够请泛亚工程跟新客运能够优先进用。我知道了，这你讲的我都知道，你去年是这样回答我的、啊，但是他比例有在持续提升，跟委员报告。记得当时你们告诉我一个东西，说把它列为主管的这个主管的那个什么考绩的评分有没有？你们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这句话？有。那他们两个的主管考绩是什么？我们今年度要打的时候，今年我们等财报出来会做一次的来做检讨。那他们的考绩会是什么？安置率差很多嘛，差了快10%嘛，对不对？对。那新南天然气、新庄天然气嘞？这个部分我们没有会见首长。那所以嘞，你们持股三十四也是单一持股最大的，不是吗？单一持股，其他基本上它是株式家族，整合起来是远超过我们。新庄天然气，你们有会派董事三个人嘛？对不对？对啊。我们在历次的董事会上面，一定都把提升安置率这件事情一定列入会议记录里面，有吗？就是一定有都有去。你们觉得？那我想问一下主委啊，新庄，好、哦，然后还有那个欧新环保，怎么处理？这两个都说你们没有会派的董事长跟总经理嘛，对不对？那你认为怎么样解决？我跟委员报告，每次讲我们辅导我们农民农眷啊，到浙江去就业的，这个每次会议当中我都会提，都会请人多帮忙。我为什么这样讲？这个相关的瓦斯，这是特许行业啊，是，它可不是路边的 Seven Eleven 啊，这当然是国家有背后的力量在控制啊。你怎么可以告诉我说啊，因为我们只有派董事？所以没办法，不是没有办法。对，我们当时最早也是因为，当时我记得是蒋经国当退辅会主委的时候，然后成立了这些所谓的天然气公司嘛，对不对？当时成立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他当然就是要安置我们的国军退出于官兵嘛，然后跟地方的民股合作嘛。地方的民股在跟国家在合作之前，都知道这件重要的事情啊。对，成立的目的不就是如此吗？怎么可以过了几十年之后民主化了？然后就忘了当时这些承诺嘞。跟我也报，他并没有。主委，你不觉得我讲的这样，你不觉得有该生气吧？道理，每一次我难道你觉得不应该生气吗？不，我每次去拜会这些名股的，不管董事他们这些大佬啊，我都有跟他们提到这个。是不是？你应该强烈的谴责这几家公司啊！为什么不谴责？那为什么你们不要派董事长或总经理呢？讲难听点，你们股权也很多啊，那个名股也是都分散的啊。只是看你们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你们如果表达出愿意跟第二大的名股或者第三大名股合作，你有可能就拿到董事长或总经理啊。你只要求一件事情，把安置率提高。是，了解。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我跟委员报，我们持续努力，好吧？因为这得有一些我们掌握不住这个。但我所以我就要讲过嘛，可以，我还是要说过嘛。这些公司不是像 CBA 那边一样啊，它是具有垄断性跟特许性的行业啊。不过他们目前，你知不知道有许多的居民，有许多的县市的市民，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对天然气的有什么的抱怨？你应该也知道吧？包括我们最近的一些公司行号，因为我们要变更所谓锅炉改天然气，这重油了，你们也知道吧？知道。那为什么大家这么生气？可是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些是国家特许行业啊，保障他的营收，保障他的收入啊，不
不就是如此吗？否则，不然为什么我们既然你都知道，那怎么可以拿说啊，我们这个什么什么董事长、总经理，也不要忘了我们的持股是很高的呢？鲍委员，我没有以这做一个借口讲，因为我们没有会见的人员在那边，所以我们需要去主张啊，我们去主张要求我们派会见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啊。嗯，因应的股数你派不了吗？可以，可以，是啊，只是当时只是因为我们官股跟民股的一个默契，所以有些地方我们没派，就是如此而已嘛，不是吗？对。你去看所有的上市公司里面持股30%的，不是董事长就是总经理耶。更何况我们就是特许行业，中华电信或者中钢，你知道官股持股多少吗？我不太清楚，20-30%左右而已啊。你的做当属定嘛？啊，为什么 number？ 好，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要要求我们的主委跟处长在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如果在这个会期前你们提不出具体的改善方案出来的话，我觉得相关的董事呢干脆都不用派了，没有意义啊。好，谢谢。好，谢谢蔡适应委员。接下来进行询答委员是林长卓委员。我们请主委来，主委嘛。林委员好，主委早安。今天我们处理这个附属单位的部分啊，我想第一部分，我想先跟主委讨论一下关于安置基金，关于这个职训班的部分哈。是。因为其实我们看相关的资料，虽然在这一次的报告里面没有去提到，但是其实我们去调其他之前的一些资料来比对，那是有发现说我们这个职训的部分。自办跟委外，其实从近五年的这个数据看起来，都会发现说委外的这个不管是说证照率或是就业率，大概都比自办的还要低，大概都低了10%。所以不知道说主委或者说我们相关的单位怎么看这样子的状况？是。委员好，我是指导，指教做以下的报告。因为我们的自办训练跟委外训练的最大的差异啊，通常自办训练的它属于职前训练，它都是属于无业的，所以在录取它的时候，它的首要条件必须是无业。那进修训练，因为它的属性是属于培养第二专长，同时它可能为了提高个人薪资所得，可能为了转业，因此它在入训的时候，它可能是有业跟无业是并同入训的，所以在未来结训以后，它的就业率上就会有差异。好，所以因为是我大概这样了解。那因为我们自办的大部分都是在桃园嘛，基本上就在桃园，是的，对不对？那委外是其他的部分。那在其他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相关报告也有说，在委外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加累或出席率等等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您稍微说明一下？好，是跟委员报告，目前的委外训练呢，我们107年是由职训中心跟各荣民服务处来办理。我们108年呢开始规划了，是目前是由职训中心跟六个直辖市的这个所在的荣民服务处来开办委外训练。我们预定规划在109年度，我们就委外训练不再开办了。我们完全用采取会外职训的方式来取代现行的这个委外训练，因为会外职训的部分呢、啊，是它的未来要申请费用补助，它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要就业，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制度要比现行的委外训练方式来得好。我们想未来这个方法改善之后，对于就业率可以大幅的提升。基本上用会外的方法来代替委外，那也希望说未来真正这个促进这个就业率跟证照率都有提升啦。那这部分再麻烦会后再整理一个现在自办跟委外以及未来的这个替代方案，都整理一份资料给我，那我们持续再来观察。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关于这个荣总的行动服务的部分啦，哈，因为我想我们刚才也有跟这个会内的一些同仁大概了解了一些资料，因为我们其实在看相关的资讯，上一次我大概也有跟主委讨论了一下，关于社群经营啦，然后关于跟这个民众的这沟通的问题。那现在我想，不管说是自己辅导会里面，其实还是说现在像是北荣、中荣。还有高荣，其实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技术性的服务。那我们有发现蛮多民众都有反映，就是这些 App 的使用
的应该说使用的体验都蛮差的啦齁。那所以我们就大概有去了解了一下，就是其实北荣的也大概也已经上线了一年多，然后高荣的更是大概上线了四五年，那到最近都还在处理可能连挂号都挂不过去的这种问题。那先不讲说我们之前大概花多少钱，但是我们自己助理大概也有下载去使用啦，真的是现在都，如果说因为我发现有一个反应最后是说使用率很低，但如果你连挂号都很难挂过去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人要用啊，所以这变成你没有把它用好，当然使用率就低嘛，那你去检讨使用率低就没有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概要去重新思考怎么用啊，怎么去处理。因为据我了解，就是我们发包了以后，然后后来就是请这个院内的资讯部门继续去维护，但是很可见发包的时候，当初验收可能就有问题啦齁。要不然为什么会说连这个挂号都没有很顺畅，然后到现在还在修理挂号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再请这个主委，然后跟院内，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很专业的处理。现在所有的医院的这些挂号系统，所有的这些网页，这些这么的发达，那应该是可以非常的顺畅去做检讨啦齁，应该是这样。那最后我想针对一个比较时事应该说舆论上面的一个问题，大概就是上一次其实在退辅会的业务报告的质询的时候，其实有其他的委员来问，又是一样啦，又问同样的问题啦齁，又问这个蒋公铜像的这个问题。那我想主委其实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感觉也是一再的被问，但是事实上其实跨部会的这个讨论也都还没真的开始。没有啊，对。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接着，我希望主委说在表述的时候尽量开放。因为上一次在这个追问之下，最后主委也是有去做一些表述，就是说不去处理啦，然后等等的。但是我想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其实处转会的代理主委杨翠主委其实他是很开放的，他也有讲说处理方式很多元，不是只有拆除。所以其实相对于有一些人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都拆掉，杨翠主委其实他是蛮开放，他一直都是说其实有很多这个要讨论。所以我是希望说主委不要也只有一种选项啦，就是说哦，我们这个是甚至于讲说他不是威权的象征等等等等，所以他怎么样。我希望说在未来真的开启这个对话的时候，我希望说邱主委是不是也可以保持跟杨主委一样比较开放的态度，那到时候开启对话的时候也会比较友善一点。是，当然我很感激委员啊，这么有体谅啊。事实上很多议题不是我掀起来的，但我基本上因为军人当久了有个概念了、就是说我们保家守土。那现在我到退伍会来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对退伍会所属单位，包含退伍会本身所有的产物，那都是我要负责的。那我负责的话，就我的作为，我要表达就这一个。所以假如说把这个议题扯到讲哎是威权啊干什么，那我就要表达我的看法。我并没有好像执意啊，就是死骨不化，但我一定会表达我的看法跟立场。是，我想我就是希望主委说，因为既然杨翠主委他也是比较开放的人哦，那我也希望说未来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主委也能够有比较开放的态度。是一定的，那大家讨论出一种其实比较符合现在民主人权的这一个方向，那怎么样子来比较开放的来处理这些问题啦齁。是，好，谢谢主委。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搭几秒钟啊，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专人跟我谈这个专题。对，要谈的话我很乐意，对，大家敞开心胸嘛，好好谈。对，啊，特别对，我想这样态度就会很好，因为在一些就明明就还没有开始对话，都还没开始，处转会也还在整理资料，那现在就急着要求每一个人都表态，那其实，在讨论之前，你要怎么去表态呢？我是觉得这样子的方式是对这个议题本身也不会有正面建设性的帮助啦。我说一直逼问每一个人都还没开始讨论就先表态，那这样怎么讨论？是，我还是强调一下，我没有主动表态。是，但人家问的话，我就表达我的看法。我是这样的。那我希望真正到了讨论的时候，主委可以一样保持跟杨主委一样的开放态度。是，一样。是，好，谢谢。好，谢委员。好，谢谢林昌卓委员。接下来进行询答委员是陈曼丽委员。
谢谢主席。请邱主委。来，麻烦邱主委。喂，好。邱主委好。我看到你们现在的两个基金呢、那个执行的绩效都还不错哈，而且都会有一些的剩余嘛哈，我想这个也是值得肯定的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有看到，其实刚刚那个也有委员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办理退厨役官兵的训练的成效，目前看起来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是属于自办的，有一些是属于委办的。是。但是看起来他后来的就业率来说的话呢，自办的就业率的状况是比较好，如果以107年上半年来说的话，就82%。可是我们委办的部分呢，我们的这个就业率只有68%。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经费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到你自办的话，他的钱花的比委办的钱花的少，所以我这个就是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说是在花钱，但是呢看起来是委外的经费经。效率是比较不好的，那你的经费又用的比较多，所以我在想说你们在这个部分可能会做一些的调整吗？那另外就是说有没有做一些的就业的一些的统计，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后来训练之后他们都是往哪些地方去做一个就业的工作，请问首官委员报告，这个我请我们就业处处长来给你做详细的说明。委员好，针对委员的指教有以下的报告。我们的自办训练啊，跟委外训练最大的差异啊，自办训练它一定要是属于无业的，它属于职前训练。那委外训练，因为它是培养第二专长，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他的薪资所得，增加他的未来发展。因此他在参训的时候，他可能是有业，也可能是无业，我们都收。有关于委外训练的就业率偏低，跟他的训练费用的问题啊，因为实在而言呢、我们这些年来我们也做了检讨。我们认为说委外训练的投资啊，感觉他投入市场之后，他只是培养第二专长，他并不是无业的，他可能已经有业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些人，我们未来不再列入去培养他，我们重视在对无业的人来。所以你们等于是说你们有做这样子的一些的准备嘛？是的，所以我跟委员报告，我们一定109年就业的109年开始，我们的委外训练目前准备正在规划，109年就预定不再开委外训练。我希望你们有相关的资料再提供给我好吗？哈，那另外呢，我是针对这个就是有关于我们的农民的这一块哈，就是说我们其实也了解到，就是说对于农民的医疗作业的基金的这个部分呢，当然也是经费也是非常的庞大了哈。那因为在今年的1月6号开始呢，我们政府就有就是病人自主权益法就上路了哈。那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上路了以后呢，我们就会要求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预立遗嘱的部分呢，希望能够再做这样子的一个諮商，然后扩大。那当然就是我在这边也看到了哈，我们的荣总的系统呢，看起来就是台北荣总、高雄桃园分院哈，这几个看起来都还就说已经有一些的破蛋了哈，然后有一些的人数出来，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是说是免费用嘛，哈，所以应该是要大力宣传。另外呢，就是说我也特别看到哈，就是说我们单身农民的这个部分，因为呢，我们单身农民现在有37,512人哦，那这些的关怀照顾，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些的单身农民呢，有一些真的是当年跟着国民政府到台湾来的哈，所以他们的年纪也都蛮高的。那我不知道，就是说像你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关怀的照顾，你们就是说也会把它和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来做一些的连结吗？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啊，他只要是农民的话，我们都会把他纳进去。那他当然如果单身哦，他本身就是一个就养的话，除了每个月该要发的这些这个零用金以外，那个从1949年一起过来的到现在大概还在的人大概有多少？其实像我父亲也是1949年过来的哈，可是他已经不在了。还有9万多人，还有9万多人。对，我们整个农民啊，9万，可是你这边总共才你是讲非单身的，就总共不是，就是你刚刚委员讲从39年啊跟着政府一道过来这些人到目前还在的，对，还在的，有9万多人。OK， 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单身农民有这么多的量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也看到新闻，就是说
副主委他有去看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情形，那但是呢，我们就是在想是说对于他们的照顾，我们当然也很希望他能够更加的妥当了哈。那另外呢，我想对于这个、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这个部分哈，因为我们会看到就是在卫福部呢，它有一个护理职场争议通报平台，那这个通报平台里面呢，我们就看到2018年呢，去年有167件哈，167件里面呢有。差不多1/4哈，124件呢，它本身都是跟劳基法有关。那我就会想到说，这些跟劳基法有关的案件哦，如果来去看到它的一个重点的话呢，就是说都跟工时过长，还有呢加班费没有给付哈，大概都跟这两个部分比较相关了哈。那所以呢，我是在想说，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强督导。那如果看到人民医总医院的这个体系来说的话呢，就是违反劳动的法令的部分，其实看起来还洋洋洒洒哈，还蛮多的。那我想说，政府有一个通报平台争议的通报平台，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到那边去，有事情可以到那边去处理哈。那所以呢，我是想说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个改善的一个规划呢？针对过去发生的争议，我请我们就医处处长跟委员做个简单的说明好不好？委员好。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要求啊，所有的这个就是列管的临床的这个科部啊，他们对工时上面啊。都有很详尽的，就绝对不会违反劳基法。那我们人事部门啊，也定期去稽查。所以说，如果说他们有违反劳基法事情啊，要报到会里面来，我们对他们的首长会有处分。因为呢，我想就是说，违反劳基法这个部分哈，这个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在乎的啦哈。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退辅会。下面的一些的医院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部分是一个模范生嘛哈。但是呢，如果按照我们去劳动卫福部那边去看的相关的资料哈，那我们就是会觉得是说，其实它的数量还不算太低，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部分能够做一些的改善。那另外接下来我想要谈的是有关于这个去年哈，就是我们的健保署是有讲到门诊量减少2%哈。那这个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台北荣总。它是没有达标的哈，是没有达标，所以我们就在想，是说它的没有达标，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能够让我们的这个2%减量能够到达？因为台中和高雄都已经做到了，但是台北是做不到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也想是说，可不可以再做一点的说明？我请北荣医院这个跟对，好，我是台北荣总张对明哈，谢谢委员的质问。我想我分两个部分来答哈，一个就是台北荣总。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什么事？第二个就是跟中高荣之间的不同。那首先是我想，台北荣总每一年的门诊人次是250万人次，那所以在去年来讲是258万人次，所以1%是2.5万，那25%啊，如果是到今年的4%的话是100万人次，所以相当于。所以荣总台北荣总是有困难的，是不是？也不是困难，就是人次是非常多。那这样子的话，那另外我们现在做到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跟附近有合约的诊所啊，有270家，那么另外就是有这个转诊的平台上有479家，我们尽量把我们的病人能够转到分级的医疗能够转下去。那在107年的第4季的时候，我们下转的病人是台北分区的第一名，就是有3040人次，那整个台北分区是6000多人次。可是因为北荣的量体比较大嘛，所以其实大家是非常来说会非常积极的在做转诊，都要用百分比来做一个说明。对对。那我们另外跟中高荣之间不同，因为时间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跟中高荣之间不同，当然除了一个量体大之外，另外就是我们的荣民的量很大，我们大概有20%-25% 是荣民的门诊，那中高荣大概是10%-15%，就差了10%。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荣民的量他们是比较难去拒绝他们就诊。好，那另外就是北部、中部跟这个南部之间的健保的这个管理是不同的。那在北区的话，它是用一个稀释点值的方式；那中高荣的话，它是用一个总额的。一个断头的方式。好，那我建议哈，应该是标准是一样的做法了哈。如果是说因为计算的方法不同而让台中和高雄荣总是达标，但是台北就不达标，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荣总的系统应该再去做一个统一的一些的计算。对，我们还会继续努力，才不会说你们背了黑锅，大家又不了解，甚至呢，说不定你们做的还比较好一点，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要求是要减量嘛哈。对 对。所以这个拜托一下好吗？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陈曼丽委员，好，接下来进行询答的委员罗志正
罗委员。谢主席。谢主席，可以麻烦请主委。来，邱主委。那个李主委、李副主委可以讲吧？还是不用副主委就好了。可以请，啊，主委请先说好了。主委有正事。第一个问题是，主要是李主委、李副主委在负责。李副主委先就备询台。副主委，我知道那个大官拆迁主要是你在负责。是啊，因为是在我的选区内。好，那现在照整个计划是下个礼拜一要进行所谓的全面的拆迁。好，可以先告诉我们，就是说到底现在这个现状是有多少户，多少户里面是实际的所谓弱势，然后有多少还是住在那边，现在情况到底怎样？跟委员报告哈，违章总共79户，那么有30户，有这个29户点交，所以是有50户了哈。总共50户已经29点交？不是，79户有29户点，所以有50户。好，他们是在那边违法占用50年，没有收益。一毛钱的租金，本质是这样哈。好，那先说我们要跟他安置，那社会能接受吗？好，刚才这50户里面有29户是空户，也就是一直没有住在那边，所以剩下21户。这21户里面有3户他是也没有住在那边，他是租给别人做小生意，好，然后另外呢有6户他是在外面有房子，然后这些当然不能称为弱势，然后那其他的呢，我们应该说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那法院已经决定就是礼拜要拆哈，那为了要解决这个事情，希望能够照顾他们，也降低社会成本。所以这个所谓十几户了哈，是真正的弱势是十几户嘛，对不对？站在那边的是，其实户数多少不是问题，是说整个解决的态度。跟解决的原则是，那当然我知道整个法院的判决是很清楚的，是我们这个法上是站得住脚的，可在处理的时候难免要注意到理跟情的部分，是，所以我想了解，就退回在处理这个态度上啊，有几个面向面对了哈，一个就是说占据了50年或几十年之后那个不当得利，法院要求这个索回的部分哈，包括所谓拆迁的费用到底谁出的问题，包括了所谓的有没有补偿，然后更重要，我们本席关心就是那个相关的。安迁啊，这个安置的一个后续处理的问题，副主委可不可以就这几个原则跟我们宣示一下？是那个谢谢，因为罗远过去长期的国关了解，那罗远在哈2年前就关于这些问题，你的刚提的我们其实都有处理。第一，好，就是我们不追缴他的不当得利。也不追缴这个拆迁的费用，可是不追缴是你可以做的权利吗？还是你就做这么做决定了？现在一个问题啊，副主委先强调一点，之前是有人已经缴了不当得利，是，他也做了一些拆迁的费用的付出，是，那这些怎么办？那个跟委员报告，依现在的法律跟法令。好，这个都是必须追缴的哈。那我们当然基于立委的关心，还有个别监委的关心哈，我们做这样的决定。那这个有行政责任，因为是我批的哈，就由我来负责。所以现在退服会决定就是不去追他们的不当得利，是。然后基本上拆迁费用由你们来。承担是。那刚刚委员提到，那已经交了怎么办？哈，说起来不公平，但是已经入库了哈，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弥补。所以之前守法这些人反而是这个是唯一的遗憾了。好吧，这个政治责任你们就要负了。是，那第二件就是说哈，我们没有任何补偿的问题。好，因为。政府没有也没预算了，错，也没有这样的法案，也没有预算。但是我们哈，在主委的指示下，我们特别替21户里面12户哈，我们替他募了一些钱。只要他主动拆除，我们哈一付给他10万块，这是向社会的主动拆除是配合你们拆除礼拜一，还是说现在自己拆？哦，不是，他签字同意交给我们。Okay, 好。的话哈，我们就发给他10万哈。那为什么只有12户？刚刚讲过20户，你外面有房子，我不可能给你啦。好，就是12户哈，只要他没有房，我们的条件其实很低。你没有自有房子，我就给你10万块哈。那刚刚委员有特别讲，另外就是安置的问题哈。那拆的时候，如果万一拆，我们在板桥准备好旅馆，你可以在那边住一个月。搬迁。好，这个有时候很麻烦，要一点钱，全部我们付，
那个搬迁的费用，好，全部我们来支出。另外跟文报就其实在一年多前，好，我们就去跟内政部还有新北市都协调好一个叫包租代代管，好，那个租津贴，内政部已经立定了，就是什么只要拆迁没有自有房子就可以适用包租代管。本来包租代管是弱势者要符合社会福利的一些条件，那你不必，只要是拆迁以后全台任何拆迁你没有房子通通可以适用。那么社会福利住宅优先存人权新北市政府也已经同意，换句话说刚刚讲的这优先入住还是优先抽签啊？如果是社会住宅哈、哦，是优先抽签。现在的弱势者符合条件也是优先抽签，好，所以他不是保证入住就对了。是，这个没有办法。那这些其实是不符合这些弱势的条件的，但是因为拆迁而没有房子，他也同样拥有优先抽签。所以市府已经同意了，市政府同意了哈、哦，但是有一个问题，住户不同意。那刚才讲了吧，如果说他们愿意签同意的话，他就可以符合那个条件，就可以优先抽签。是，哎，这个，那现在到底有没有人签？这几个条件有没有人签、哦、同意？那个跟伟茂刚不是讲过，79里面29已经同意点是用这些条件的吧？是，那我们现在这些条件我们再跟他谈了哈。如果因为他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能不能再缓三个月，我们是说二十一户都全部同意，我们再反三个月。那现在正在谈哈、哦，那也跟委员报告，现在在往乐观的方向走。Okay. 好，我们希望礼拜一不要出现太多的这种激烈的冲突啦，甚至流血的事件。是，这对整个这个案子绝对不是一个加分哈、哦。是，我先感谢这个退辅会的努力了哈、哦。是，我们希望最后是一个完满的一个结果出来，好不好？是，谢谢。那个主委再请问一下，还有几个龙总的院长，请上来一下。我想请问一下，因为那个健保局、健保署那边也要求我们门诊的量逐年要减少2%嘛？对，好，对。那当然，我们知道民众总是认为说我们荣总系统医疗品质、医疗服务比较好，所以不管大大小小病都是往荣总走。好、哦，然后可是结果就是造成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面对，尤其在要求每年逐量减少2%的情况之下，很多问题出现了。我先问一下北荣哈，你们去年第三季、第四季？超量的部分，好，自己已经吸收了5000多万，是吧？有。那如果一年来看，会不会一年要吸收1亿？不会吧？将近有8000多万。一年107年会有8000多万，相当多的钱。不是第三季才开始的吗？这个新的做法？预估我们预估一整年可能要8000万。那以后这个你们都要吸收啊？你们没办法任何减量的措施吗？我们会做一些新的措施哈，来改善。那如果真的还是每年减量，所以这个等于是以后就要变这种所谓超过预算里面没办法报健保局给付的部分了、啊。因为其实以台北荣总来讲，我们一向都是模范生哈、哦，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说在报上看到我们有一项东西没有达成。对，那我们内部已经开了非常多次的会议，那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符合到健保的规定。好，那目前有做的几样事情哈、哦，就是说希望我们做一些多的整合性的门诊，尤其是把荣民的门诊哈、哦、能够做整合，因为他们有时候因为毕竟他没有挂号费，所以他可能一天会看很多次的诊、嗯、那我们希望把这些整合起来。那另外就是把一些像慢性处方签、连续处方签能够加开，好，然后这样能够慢慢把量减下来。那当然是跟我们周边的诊所。好，那问题是说以后这笔预算会变在什么地方？你们自行吸收的部分，我们希望把它变成零，变成零。哎，希望做得到吗？尽量，我们尽量去试。那中荣的步伐像也有超过吧，对不对？我们符合健保。去年版，所以107基本上没问题。对，没问题。然后高雄荣总也没问题啊，达标了嘛。所以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北荣未来这一块要真的要去面对，因为它的确有很大的收支上的一个问题。是。好，那这个尽量达标了，因为毕竟我相信政府的要求的确是他目的啦，希望能够分级分诊疗的制度嘛，好吧 ？OK， 好，谢谢副政委。好，谢谢罗志政委员。那我也提醒邱国正主委哈，因为李文忠副主委现在不在哈，大观这个案子要。细心体贴处理，但是你们要加注一些时间序列，比如说提告的时间是在2008年，判决定验是在2014年，你们现在是在帮忙想解决方法，在依法律判决来顾财产，也要去体贴这赞助没有权利赞助50年的人的相关的补偿啦、补贴等等，这个时间序列要说清楚啊，否则08年到14年这个诉讼期间。
那个发生的时间确实排得很清楚，并不是你们提出的了哈。好，先请坐哈。我们接下来进行询答的委员是何清纯委员。好，谢谢主席，大家早啊。我们请主委来，邱主委请。何委员好。哎，主委好，主委。上次我问你，你一直在跟我争辩了，有关这个刚刚我们蔡适应委员也有提到，我们天然气公司里面的会见的人员这个到底有没有专业能力了哈？这第一个了啊。第二个呢，在于我们对这个一般天然气用户呢，还有对中小企业这个锅炉改善的计划，要改善空污的这个社会责任，我记得你有提到这个，我们退服会也应该要有社会责任来共同来响应政府政策来推。但是呢，您告诉我有，我们有去跟天然气公司呢跟他们协调，但是协调的后果呢，结果是什么？上次我讲的。只有一个产业低碳科技应用补助计划的专案，那里面的16家的天然气工业户才有优惠措施了啊、哦。那不过事后，诸位你知道吗？你事后有没有再去了解？你们处长张处长现在在你旁边。委员从讲了以后，我们就一直在努力这件事情。当然，肯定有些落差。我跟你讲，我们持续在努力。处长会后。跑来跟我说，委员不是只有那16家，我们问了一下，工会说呢，只要有来申请的中小企业，有一样给优惠，我会行文去明明白白的来宣示这一件事。处长行文了吗？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已经正式行文，我们所有15家的天然气的转投资公司列入第一季董事会正式的提案。正式的提案嘛，是那有没有通过？是，还没有嘛？跟委员报告，你说，我跟你讲，是主委，如果处长是这样子在糊弄我的话，那难怪我们派出去的所有转投资事业单位的这些董事长、总经理，根本就是无能。哪一个？没有人在糊弄谁。我们该要做，我们会做。上次来，主委，你先听我讲清楚。主委，你先听我讲清楚。上次我咨询过后，张处长亲自来告诉我，我们会行文要求。对，每次呢，你们说行文要求的时候，根本就是第一个糊弄。为什么？上次你们副主委也来告诉我，我们一定会跟中华民国这个所有瓦斯公用工会，我们会来开协调会，我们会来达成。委员，您替中小企业为了改善空污，我们要来怎样怎样怎样？我给你时间。刚好给你机会，跟委员报，其实结果协调了之后是什么？协调了之后呢，就是不行。就刚刚蔡适应委员所讲的，我们这些总经理、董事长，我们派出去的董事都在干什么？我们根本连民国的都管不住，我们掌握不住，我们空有国家投入了那么多的股份。特许垄断的行业，结果我们政府、我们退服会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跟委员报，其实有几家在我们正式提案之后已经都通过了，包含新中、新南、新雄。那其他因为有受到他通过的是什么？你明明白白讲清楚，他通过什么？就是符合经济部工业局补助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工业锅炉改升装天然气的话，就可以享有装置费95折的优惠。明明白白讲清楚。是的，好，现在只有这几家，其他几家其他几家我要正式开董事会，我要看到公文。好，每座欧一下出来。 OK， 这第一行是这个有真的都去提案了。是的，处长、主委，我今天的要求是说什么？第一个，主委你有承诺就应该要做到，是你不要让大家质疑你的主委的身份，原来是口头答应，但是呢没有办法落实执行，这第一个。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是有关到你退服会给人家的社会的印象，还有大家对你们的公信力，还有大家对你们的能力能不能肯定，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再次的要求，天然气公司这些转投资事业，你们推出去的董事人选，还有董事长、总经理等等，这些的专业能力跟他们治理公司的能力评量，你们如何评量？你们如何打考绩？我先问一下主委，来，那你告诉我嘛，你们现在这20几家退服会转投资的事业单位里面，这些公司里面，你认为绩效最好的是哪几家？主委，你知道吗？
绩效印象，给个印象就好了嘛。目前为止绩效比较稳定又持平的，大概是新湖公司、新泰公司以及新中公司这几家，都基本上获利很稳定。你讲，委员，你要我提几家？我跟你报告，前三名大概就这三家。前三名就这三家。是。那你事后好好跟主委报告，你讲这三家叫做获利稳定啊，获利稳定呢、啊，很抱歉啊，那个平均的报酬率每年都差不多啦。如果你们所谓的稳定的获利跟每年都差不多，我们说的哦，是人员局定的，不是我们自己人定的。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要配合人员局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定这个价格。定的价格，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你能不能扩展你们的能量？我一直在讲，你们的管线能布到哪里？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用户的数量能够增加，您的营业规模能够增加，您的获利稳定之中才能有成长。是的，对不对？是。是啊。那我现在就要跟你要，你要跟诸位报告啊，这个几个，人说啊，做生意嘛，要有生意囝啊，啊，恁讲恁这拢退役的将官呢，去接董事啊，接总经理，接董事长啊，原来都是职业军人啊，一生了不一定是生意囝啊，那你在我的给我们的报告里面说什么？有，我们派出去之前有加强他们的专业能力，有加强他们治理公司的一个知识。啊、这些有用吗？我现在问的是这个啊。报告委员，我们现在跟国防部推荐的人，基本上都要具备气管专业的学能或学历，我们才优先采用。而且我们也从啊业界里面找精英出来嘛，对不对？列入你的绩效嘛。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你的绩效嘛。难怪很多外界大家质疑嘛，我们用人又不是在看绩效。我们平均报酬率，我跟你讲啦，你刚刚讲那几个事情，你说稳定获利啦，后面呢大概有20家、啊，是啊。这个每年的获利不见得是增长啊，而且还退步啊。还有你们的税后盈余，税后盈余，我跟你讲，税后盈余啊，成长了也没几家。我算一下，大概有一半以上啊是退步的啦。啊，另外那一半呢，增加也没增加多少啦。这个就是你们所谓的稳定啊，哈，稳定啊。那如果说我们退服会的转投资事业单位，每个人只是在求稳定，那意思是什么？啊，就起狼的后啊。因为你派出去的董事、董事长、总经理，反正都是稳定嘛，也不用有太大的绩效嘛，也不用有太多的工业局啊，跟能源局要求我们，只要他能够稳定，不要让退服会换掉就好了，是不是？我跟委员报告，我要求这些人去的第一个重点是安全，他稳定不稳定，只要达到安全，他势必要投资很多在安全维护方面的一个资金，所以这一点我们不是一个盈利机构，我不会要求哎。你要把这个利润怎么样提高，当作你的绩效，我不会这样做的。主委，你说你不是一个盈利机构，结果呢，你们卖了那么多股权出去让民股，民股要求是什么？就是盈利绩效啊！报告主委，报告委员，我们一张股票都没有卖过。如果你这些转投资事业单位，包括这些天然气公司，如果不是你们卖掉股权，那个民股占的比较多，那是中央投资的官方投资吗？你们会掌握不住吗？你误会了。你们当初在跟我所有的协调会都说，因为民股的股东、民股的董事不答应，所以呢，为了要求绩效，我们经过协调，所以呢，这些政策都没有办法配合。结果现在主委跟我讲说，你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了。我不是盈利，但是我要注意到安全，我整个大家的营运安全了，请你把这一番话，它自然盈利会提高。对，拜托你把你这一番话去告诉你所有天然气公司那些民股的股东跟董事。我们天然气是垄断事业，我跟委员报告，我拜会每次民股的股东，我都强调就是一个安全为目的。我们希望照顾一般民生的天然气用户，所以呢，请不要以盈利为主要的目的。所以，请主委把刚刚的那番话跟这些股东碰面，我都会强调一切以安全为主眼。好，谢谢哈。这个杨家人主秘应该说清楚，就是那个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卖掉的。我刚才讲了啊，中央央投跟光华哈。是。好，接下来进行询答的委员是吴坤宇委员。主席，各位先进，大家早啊！有请啊，邱主委来，主委请。委员好啊，邱主委早哈、哦，辛苦了哈、哦、啊，邱主委，我想有一些事情我来请教您，就是说啊，可能请啊北龙还有中龙啊高雄龙总的院长以及
一起来好吗？谢谢。好，张院长，好，徐院长，很有，好，谢谢。好，就我想最近好报纸有报，当然龙总、阳明大学还有美国 NIH 就来一起来做癌症的研究，我想是非常好。但是目前癌症死亡率当然很高，但是大家都在争论癌症的成因，会癌，尤其会癌的成因，尤其女性不抽烟的不抽烟女性会癌，癌症发生率相对于白人来讲是高的。那我想请教说，没有错，我们当然治疗方面要研究，但是否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看女性会癌的成因，好，来预防会癌的发生，那这样我们可以减少很多医疗成本。这方面我想不晓得我们三家非常好的医院，尤其北荣、中荣还有高雄荣总都做得非常好，这方面的工作不晓得做得怎么样。谢谢委员的咨询，也非常难得哈，委员对这个议题这么深入的看法。那最近确实是台北荣总跟阳明大学跟美国的 NCI 哈，就是他们的国家癌症中心哈，签了一个约，这是非常难得的。那据说是在亚洲唯一哈，美国他们愿意在外面设实验室的一个案子。那美国的 AIT 哈，他们也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是。那最重要就是他们目前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肺癌的研究。那我刚刚说治疗方面，对，尤其是他们对于所谓女性，对，非抽烟哈、非吸烟者，那么有明显的比西方要来的高，对，所以他们在目前可能要做一个就是基因的研究，对，就是基因，对，因为看起来是亚洲人跟西方人之间他们在基因上是有差异的，我知道，对，我知道，所以非常有意思。其实我也做化学致癌的研究，对对对，这没有问题，对，但在台湾大家都把这个成因归为 PM 2.5。不晓得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得怎么样。PM2.5 的试验他们也有在做，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在做这一方面。我想说我们北荣或是中荣或是高雄荣总这方面有没有在做相关研究？有，我们有一个 topic， 有一个子题。什么样的主题？就是 PM2.5 跟这些在哪里做？在哪里？在台北荣总有。有吗？有做什么样的研究？流行病学吗？还是因为这个是不是简单的研究？对，如果要成因，这个不是很容易做的研究。对，好，那所以这相关的资料可以给我吗？好，我想多了解一下。OK， 好，因为其实我参与这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时间，我也相当了解。好，谢谢。好，刚刚就主委跟三位院长哈，就是说刚刚都讲到北荣在这个没有符合2%的减量的问题嘛？但是我接下来要问的就是，现在我们要把军消，还有那个警加进来，那门诊量一定会增加很多嘛？对不对？这可以预期的嘛？因为如果是我住在新北市的，我都想跑到北荣来，这个一定会这样。那我们既然像北荣就已经没办法符合2%的减量了，现在又增加很多门诊量，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跟委员报告，基本上也要请这个卫福部啊，要把这个减一这个2%的，要在北荣方面要多加一个考量，这我还在这个研商当中，这也是个方法之一。这个是未来是挑战哦，因为现在被门诊量一定会增加很多，一定的，好，我想可能不止北荣，包括中荣或是高荣，我想都会是这样子哦。是，好，那这个是未来面对健保局的健保署的要求，要减量2%，会是更大的挑战。是，好，是不是这样子？是，好，我想我们预先要准备好，不然到时候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好，好不好？是的。好，那目前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用 AI 嘛，哈，龙总北荣开始用 AI 在做鉴定，在做诊断，但是在这里就是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用 AI 一定要后面有很多的资料库，好，那这资料库的管理或是隐私权的保护方面，医学伦理上或是法律上的问题，我想这方面解决了吗？或是怎么来考虑？好，这个我来回答。好，目前科技部有一个大型计划，我想吴教授晓得哈，就是有8000万哈。那目前的经过评选之后，是北荣是第一名。我知道这是医疗
对治疗端，对，但是现在那这个计划里面有八个子计划，其中就有跟中研院和一起来研究，就是有关于这种去名化哈，怎么样能够有维护到病人的隐私哦的安全，这个就是本身就是这个大计划里面的一个部分，对，所以我们也非常重视哈，如何不要侵犯到病人的隐私，还有这些伦理的问题。好，但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的计划开始了，但是这个才研究章刚开始，好，所以在实际应用上，我们研究这种比较医学伦理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出来之前，我们现在要开始用在临床上，我们怎么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想这些所谓的人工智慧没有办法直接来看病，我知道，它现在只是当辅具。对，只当辅具。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保护个人隐私，符合医学伦理的需求？我想我们现在有就是整个如果要计划，如果要牵涉到人体的时候，它一定要经过人体试验委员会。不，这个是因为你 AI 后面有很多的医疗医疗的病例什么资料都在那里，对你真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去得到他们的那个同意书吗？现在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知道大家都在想如何的去保障哈，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能够妥协的方式。那如果是每一个病人都要去签同意书，因为他在追溯上会有很大的问题，我知道。那如果是如果有没有可能完全的这种去就是去 identify 哈，就把它能够去名化以后，能够来运用。如果是在法律上能够允许，我想很多人在研究这一块，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牵涉到。生物样本的取得是要去连结的、哦，要去连结。对，好，这个是很麻烦的问题哦，所以你要非常小心。我晓得，在这个中研院的研究计划还没有出来之前，搞不好会有病人来告你们的、啊，对不对？还没有利用，这是可能的哦。要非常小心， okay, 好不好？好，所以麻烦哈、哦，这方面啊、我当然觉得说是很好哈、哦，这是一个新的潮流嘛哈、哦，国际的潮流。但是我们在医学伦理方面，个人隐私的保护。再比如说商业行为，好，事实上过去有人说，好，我用你的基因资料库来做治疗，那我捐赠者可不可以分享利益？好，这个都要注意到，不然都潜在目前还没有制度还没有建立之前，我们先做的时候都会面临被告的问题。了解，好，所以这边要准备好，不要引起社会的问题，好不好？好，那可能时间的关系，我就。不问这一些了哈，但是麻烦就是说啊、退伍会在做很多的辅导工作的辅导就有多很好，但是当他们要离职换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好、麻烦做问卷了解他们离职的原因，好不好？我了解。好，谢谢，谢谢委。好，谢谢吴坤玉委员，谢谢邱主委。接下来质询是赵天麟赵委员。啊，谢谢主席，我们请高雄荣总刘俊鹏刘院长来，请高雄荣总的林院长。喂，好，那个院长好，这个因为在三月八号那天，我们看到这个高雄市政府召开了一个记者会，然后宣告说是这个高雄的医疗观光元年启动，是那这个挑选了五家医疗院所。包括高一长庚，然后这个义大反综合，也包括我们高荣，是那基本上我觉得也同感觉得不错啦，就是说因为代表高荣在很多特色医疗也被肯定，好，是那但是所以现在看一下这个您前面的荧幕上面有这个高雄市的医疗观光网，好，那因为我看到卫生局长也有提到说如果想要了解这些细节可以进去看，那我就特别有看到了一个它有特色医疗，有观光健检，有美容医学，当然也介绍一些观光景点，那我们先从观光健检来看好了哈。那我们先点进去一下，那它里面有提到说这个体健专案哈，山海加都会线两人成行李即购，不需跟团，天天出发，39,999元起这样子哈。那当然下面的医院里面就有看到高荣嘛哈，那个39,999怎么算出来的、啊？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报告，我并不知道这个计算的方式。那天呢，在我们之前有开一个这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里面也没有讨论到，还没有讨论到这些细节，是应该是在这些细节在研议当中。
是，就是说他们有找你们去开研讨会，那是研讨说是不是请你们提供你们的一些专长嘛，或者是特色来怎么样？ 是，就是大家想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这个责任的归属问题，比方说这个未来的规划问题，那还有就一些分配问题，或者一些支付的问题。OK， 所以第一个39,999这件事情，目前你们不太知道计算基础。因为我没有参加那个研讨会的前端，所以我个人不知道。那我不知道这个39,999是不是在会议上有一些这个说明。Okay. 那我事后可以提供。那所以好吧，你没有全程参加到。那39,999这个专案，好，因为已经开完记者会了嘛。那目前怎么样？有没有很多人打电话说我要报名参加这样子？目前还没有。那我。因为我们也后来也好奇，我们就打电话去问了这个高雄市观光局，他说这个事情可能要问卫生局。那我们问卫生局说可能要问旅行社。那后来我们真的去问了旅行社，这样子哈。那旅行社说这个方案呢，也还在规划中，这样子。是。对，那规划中他说有包什么呢？包了这些他的签证哦，他的包括他的住，然后包括一卡通，包括保险，然后呢上面还没写到，他说还包吃这样子。好，那所以39,999，以目前，然后因为高荣也有做国际医疗嘛，是，那你想他大概他这样健检的话，大概可以分到多少钱呢、啊？如果这样听起来，健检的费用并不多，并不多。OK， 好，那我们先不看健检好了，因为健检从2,000到20,000到20,000都有嘛，哈。是。那39,999看起来是比较低阶的健检了哈。是。那我们跳到商业，我们来看看那个比较厉害的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特色医疗，特色医疗这些项目哈。我看高荣每一项都很特色哦，是，好，因为这个是很不错的部分啊哈。那这些项目里面所目前评估起来，大概要多少的费用，然后才能够去这个吸引海外的人来进行？我大略看了一下，这个大概是10,000到20,000之间的 range。对啊，但是细节，譬如说怎么进行，目前还没有研讨。现在没有研讨。譬如说到时候我一个想要做人工生殖的来，我到底是指定溶种可不可以，还是说我用分配好、哦、A 来先去软综合 ，B 来去高一 ，C 来去长庚，最后轮到溶种，然后照排，然后溶种完了5个之后再轮到，他有讨论过这机制吗？现在还没有讨论，那应该也包含了患者的意愿。也包含在医院，但是目前具体计划还没有。是，但是你们记者会已经开完了。应该是一个宣示起点吧？好吧，那我们还是祝福成功了哈。但是我在这边就有一个提醒哈，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右上角哈那个 language 这边，目前哦找不到英文跟其他的版本，只有简体字版本。我们按下进去简体字好了。也就是说，这个元年里面哈，我们希望哦，当然目前高荣也有做国际医疗嘛。你们目前国际医疗的成果根据你们的这些资料里面，好像也成绩不错哈、哦。这三年来总共已经有10,316人次，平均一年3,438人左右。那收入也不错，三年下来有6,913万。是。那你们目前的大宗是哪一些国家来的？我们的前五名大概是这个美国、中国的对岸，还有港澳。印尼、越南，好，这些为主嘛。那他做哪些项目呢？做的跟刚才那十大项目，大概是占90%，90%了哈。健检是最大宗。OK，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是希望他能够成功，因为可以带来高雄的经济效益。是。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你们下次有在开会的时候，然后要能够提示说，我们在这里对于这个活动这一计划给予祝福，但希望他能够具体。是，要不然的话，说实在哦，我们现在一般的助理去 Google 哦，你找不到这个高雄市医疗观光网哎，是，你还得打进去它的网域才有办法进得到这样的一个网页。然后这个网页目前如果照您刚才说明，它并且目前并不是一个处于在运作中的状态，也就是说，它目前如果说真的已经有海外的人士或者我们海外的朋友要来使用这一套部分，目前它的机制还没有完整的建立起来。对，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提醒，好，就是说这个部分要加强。好，要不然的话，就是说3月8日已经开完记者会，很快的又过了半个月，然后接下来又过了一个月，那大家如果发现说高雄市都是做没有办法很具体的进行医疗观光的项目，我觉得很可惜，说五大医疗院所都已经蓄势待发，
那最后的提醒就是说，也希望不要有排挤啦。好、哦，就是说，因为你们已经做的很有经验嘛。那当然有一些朋友，我看在相关新闻下面会担心说有排挤的问题。那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它做到妥适。那这样子的话，这样的医疗观光才会有长久的可能性。这样是好，谢谢。那最后的时间，我请一下主委好吗？来，请邱主委。谢谢。主委好。是，主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提出一个建议啦，哈，就是说我们在整个高雄全国的各荣福处里面哈，目前员额565名，但是有46名的缺额，那其中有超过半数24名连职代都没有。那以高雄市来讲的话，高雄市有悬缺7位，那其中有4位尚未补满。那所以呢，这些服务的量呢，我们当然会比较担心。好，所以那以高雄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服务每一位服务人员要分配的照顾对象高达了446人次，仅次于台北。好，那所以呢，希望能够考量这个城乡差异、都会区人口密度啊，你希望能够尽快补满。好，这是第一个建议了。好，然后呢，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发现流动率也蛮高的。好，就是说在高雄的部分，那最经常出现的都是资遣的人员比较多，所以你们有宣示，你们会给他们加薪，你们会给他很多的津贴。好，那因为在这个部分，我想最后是不是请您宣示，第一个，照护人员的补满的问题，大都会像高雄可不可以加快一点？第二个，你们的加薪跟你们提供津贴的部分，你要再次宣示，那会后这个落实的结果也请让我知道，好可以吗？好的，那可不可以请您再次宣示一下？是，对，可以，对，因为我们这个人员啊，的确高雄也是蛮大众的，是吧？荣民啊，或荣券，所以我一定朝委员刚刚交代的。我们把要服务的人员给做一个补强，还有对他们的这个福利，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关照。是，因为这样子荣民荣健的照顾才能够真正达到比较好的境界了。好，麻烦，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赵委员，谢谢邱主委。接下来咨询委员是王定宇赵委。谢谢主席，麻烦邱主委。邱主委，请。主委好，好，主委早哈。我们刚才有几位同仁都谈到有关天然气公司啊、那天然气公司呢，我听起来现在目前对他们，我们有些董座派不下去，有些总经理不是我们的人。然后最遗憾的，也是最需要改善的，就是对于我们现在为了消除不管是 PM2.5 或者是产业的提升，需要天然气公司去支援。做一些优惠，鼓励锅炉的替换。那张晓珍处长刚刚也提到说，第一季陆续要开会，所以我先询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第一季开会，当每个公司的开会时程不一样，你们目前为止有没有信心董事会会通过和宣传委员提的这个案子？就是沟通的结果，能不能每个都通过？至少在第一季。目前我们算是目标，算是应该是可以达成15家会通过，全部都通过了。因为跟委员报就是说。这一次特别也针对我们没有会见首长的新章、新南跟新雄，那其中新南跟新雄、我们没有会见首长，但他们已经优先愿意通过，而且在今天董事会为什么要定这个目标，你知道吗？因为我如果是某一家中小企业，我现在想要换，对，我知道他会通过，我就慢一下嘛，我等他通过我再来申请啊。对，那企业在生产，它有一定的生产线，有一定的作业的能量，它不可能一直等。是，如果到最后发现董事会没有过的话，那怨言就会出来了。所以这部分请你们多着力，第一季之后来看所有董事会结果。我现在看一下这一个哈，对，市场就这个是奖金。我们现在派去的董事长跟总经理，除了薪水我看了一下，大概平均是14万到17万不等。是，好，其实他还要加上他的年度的这个奖金，加上年度的奖金之后，我们就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哈。刚才杨家人主秘也特别提到了新湖，你认为他是表现稳定优秀的哈？那我们一家公司好不好？虽然我们公司像荣民医院，他们有照顾的责任哈，公司还是以营业绩效来看奖金比较合理，否则你没有标准。所以你看一下，这一定给你做管理的参考，这数据管理。你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事情？我光列这几家，从新中、新桃、新高、新林，一直到新农天然气公司，他们的年度的投资报酬率，以2018年的投资报酬率来看，
我举一个比较特别，像新平，新平的投报率只有 9.19， 结果他的官股的董事长、总经理的奖金140万到160万，然后呢，你看新中，核心存的新，好，台中的中，好，新中公司，他的投资报酬率高达20.6，哎，人家奖金才60万到80万呢，差好多哦。觉得这个奖金的标准到底怎么定的？是根据什么？很明显不是都根据报酬率嘛？你看最高的几家哈，新兴160万到180万一年的奖金哦，等于每个月多了10多万给他。然后呢，新平140万到160万，然后呢，刚才讲的这一个新湖，他的投资报酬率才11.13哈，新湖公司。在投资报酬率里面排后段班，他奖金200万到220万呢、欸。那跟那个投资报酬率高达26%的新桃140到160，新中20到20.6%的投资报酬率，奖金60到80，主委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这一个奖金的标准根据什么？没有，我跟委员报告，这个里面呢，2018年，譬如我就拿新中来讲啊。据了解，他是不止的，但是因为新中的这个总经理，他才刚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2018年的年底啊，所得到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个所谓的年度奖金是有没有一个标准，可以让我们委员会知道？就是我根据你的年资，根据投资报酬率，那你还可以加上安全管理各方面绩效，我来定一个合理的奖金制度，否则很明显这些奖金制度数字差别。并没有跟着投资报酬率走。是我特别要跟委员报告，这个奖金额度啊，我们有个原则，就是说它不能够超过他每一年所得的。那第二个问题哈、啊，请教一下，这个投这一个奖金，如果不是我们会派的总经理、董事长，他是不是照领？因为是公司定的嘛。对，是这个奖金一定是董事会通过要发的嘛。是董事会。那像新南，对，董事长也不是我们会派的，对，总经理也不是我们会派的。他也一样照这样在领这个钱吧。跟委员报告，各公司其实我们都有在董事会都会通过奖金办法，特别因为经理人的报酬按照公司法对是一定要。我刚才跟你讲，就是不管这个经理人是不是我们会派的，对，都是按照公司的制度，都有这一个东西，都是有公司。然后每家公司给的金额又不一样，是会不会有？如果不是会派的，我更担心，因为他董事控制过半嘛，才有可能跟你们我董事长自己派，总经理自己派。然后官股，我们又有退服会官股在里面，都奖金弄得高高的，结果钱自肥在领，结果我们官股在那边莫可奈何，没办法管到他，连政策配合都用拜托的。所以如果奖金都一样的话，我们官股退服会的股份是至少都占了才会30%上下，有的20多哈。在这情形下，请把奖金的指标，至少我们官股的董事要求说，把配合政策列为奖金的，你要列出一个公式来，因为我目前没有看到你的公式，我根本不知道你这个140、220、200、100、120，还有40。新农，我们这边没有基隆来的立委蔡世英走掉，他已经跳起来说，为什么基隆的奖金只有40万哈？就我看不到标准，所以我这边询答，我要求。这既然有我们官股在里面，它就有人民的纳税人应该要看到的钱，纳税应该看到的钱就要看到什么东西呢？我到底根据什么标准算出这个奖金制度？而其中有一个标准就是配合政策的部分。当我们希望锅炉的替换是政策的时候，你不配合，你配合比较慢，去年配合的奖金在里面有个分数，你到今年董事会你给我排到4月才开，奖金在后面。了解。你增加这些工具。对退服来讲，你不是只有能够拜托啊，这个委员在定了，你再不讲核心存很凶，我要赶快来处理，不是这样子。这些都是为了中小企业，为了国家政策，立委是为了这些中小企业，为了配合政策，成本上应该降低，这对国家是好的，对空气是好的，对你们的绩效是好的。那奖金在这个部分应该扮演角色，所以诸位能不能承诺本席这边的询答，我要看到。好，我要看到你们这个奖金计算的根据的标准，你要有一个标准啊，否则叫瞒天喊价，高达220，低的到40，差了那么多倍耶。
所以我跟委员报好不好，我这个东西我们绝对可以把它给律到一个规范里面。第二个我想说，本来大家公共啊有利的，我们绝对是全力配合的。所以刚刚讲的要什么减价这些，我们都在做。我知道你们在做，是我的意思说，但我们退会除了道德劝说或者利用过去的关系啦、老部署权益，甚至没有我们董事长、没有我们总经理的适度的发挥我们官股的影响力。你知道民间公司哈、上市公司如果外面的这个股东法人若持有20%-30%，就可以让董事会很痛苦了。这报委要，何况我们官股都占了相当的比例。是，哦，所以。你们是有力量去要求，是当立委要求说对这些中小企业多一点照顾的时候，你们是有力量要求的是效率跟执行，因为对企业来讲一季一季在算，不能这样慢下去。好，我最后一分钟，好，我这个本来要提醒你们的，你们发现你们在福安置基金里面，我根据预算书第八页，你们退厨役官兵的职业介绍等等哈，你们的每单位成本从以前的3000，每单位就每人次3000多到2018年的5000多，2019年暴增到29245元，也就是说安置基金在服务官兵，好，服务官兵的单位成本暴增。那我本来要考你了，我现在不考了，你们的预算第八页说明书写得不好，写说因为募兵制怎么会关退服会什么事情？所以你看我下一页哈，真正的原因是你们把促进稳定就业方案的钱混在里面了。那促进稳定就业方案是什么呢？我也利用这边让全国的退伍官兵知道，如果你是第一类退服役官兵，就是服役10年以上或者因工伤残等等等等，你是属于第一类，服役满4年到10年之间的，你可能签两期就退下来了。这个是属于第二类退服役官兵，我若是企业主老板聘请第一类第二类官兵的时候，我们退服会有编预算补贴他的薪资嘛，所以每个月12000元，每个月8000元，就是说第一类退服役官兵雇主用他前半年每年可以得到补助，雇主可以得到奖励12000元每个月，那后面6个月呢就是8000，那属于第二类的话，就是前半年6000，后半年4000，你们钱是花在这里，好，我这样算没有错嘛？那钱花在这里的时候，让雇主知道你们要注意稽核，不要钱变成奖励变替代。来，你是国军退厨役的哈，来上班，我薪水哈，你们上面只拨了12000，我就给你12000，对外宣称20000多，这个要去稽核。是，如果企业主，我本来给他20000多，本来给他30000。因为退服会有这个奖励12000，我给你变成30000多、40000，这样的企业找出来，我赞成年度给他表扬，甚至适度的给他税的优惠。可有些企业把这个钱拿来替代我本来要付的薪水，退服会给我补助，我就付你那么多，这个就要给予制裁。但是我把你算过之后，我有一套公式，主委回去看哈，你应该把它变成两个项目，就 S 跟 Y 把它拆开来。拆开了，我帮你算完之后，每个单位成本变多少钱呢？变成了这个8137元。我扣掉那个就业促进就业的了，扣掉促进就业去做真实的就业辅导，算出来每单位人次成本是8137元。诸位，这个数字还是比往年高很多，是比3000多的成本，就做一样的事情，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在2015年只花3100，2018年花5500，结果2019年你们要花8000多块，这为我最后只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增加那么多？增加了60%，哎，委员好，谢谢委员指教，跟委员报告，105年到跟106年这两年并没有推促进稳定就业方案，以及我们增进了为了提升稳定促进稳定就业案呢，我们提升了专业素质，你跟专业人员。2018年5000，主要就是这个促进稳定就业方案的预算在这里面。2018年有2.99亿，另外这个禁用这些人员有3点。稳定我已经把你扣掉了嘛？你如果加进去的话是20000多，哎，那吓死人了，我把它扣掉了。跟扣掉之后，跟委员报告，其实
我们自己内部的计算哈，那当然谢谢委员这边指导。我们106年的这个单位成本呢、啊，如果把这个两个案拿掉的话，大概是1482块，更低。对，107年如果把这两个案再拿掉的话，单位成本大概只有885块。为什么？我们当年的年度目标定的是8000人，但是我们达成了10000亿，按照你们算法，所以它的单位成本降低。按照你的算法，我该算的那8000多，你们算出来是多少？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计算，我们的单位成本如果是不含处分案是1968块，那还是比去年度高了2倍多。是。高了100多%，大概我刚才细算的要大概110%。跟委员报告，如果说我们的目标哈，如果你现在我时间超过太多了哈，是，你要好好回答纳税人一句话：今年预计的钱跟去年的钱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怎么会多了110%？为什么？为什么？做一模一样。鲍伟，我们用详细的书面在跟委员说报告。我现在是用你的算法，800多变成将近2000，1900多嘛哈，就是。800多变1900多，是你们的算法？为什么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一样的人力的 input， 每单位人次的成本高了这么多？你要有个理由哦，否则你这个预算，我在细项审查的时候，我用这个来删你的预算。是，好、哦，所以你先把理由想好啊、哦。是，谢谢委员指教。好，谢谢王委员，谢谢诸位啊、哦，谢谢。接下来咨询的委员是马文君，马委员。谢谢主席，麻烦请主委。主委请。委员好。主委好。本席在2月22号总质询的时候，有询问苏院长哈，就是在有关警消及海巡同仁也可以纳入医疗照顾，还有在挂号。整治跟健检方面都可以比照军人优惠的相关问题，当时苏院长还非常强硬的认为不可行，可是在昨天已经转弯了，他也认为应该如果要落实照顾所有的警消海巡人员，其实他必须如果要比照军人相同的福利，甚至要落实这样的照顾，应该要把所有卫福部体系的医疗院所也纳进来，对不对？那现在相反的推回去，让军人的福利反而就不足了，所以他们也认为应该军人也要比照。所以未来在这些不管是军警消还有海巡这些辛苦还有牺牲奉献很大的这些同仁，他们都可以纳入这些保障。所以因为这样的福利措施，当初我们提出来的时候，老实说，行政院跟总统府提这样的福利政策，我们也非常支持，因为年改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有一些弥补的一些措施或者福利政策，我们也乐观其成。可是它太粗糙、太仓促，完全没有好的配套。我们现在因应这样子的政策。我们刚刚其实也有几位委员可能也有问到了哈，就是说，像我们必须要达到门诊减量2%的目标，目前其实北荣就做不到了。虽然我们有提过很多因应的作为或者精进的做法，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因为私人医院它可以，可能可以拒绝病人，或者可以在挂号的量。上面去做管制，可是我们公营的医疗院所其实做不到。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据理力争？这个有没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做法？我跟委员报告，这个主要的讲是减到2%，每一年要减少那么多，我们的确有困难。这个我们会跟这个健保所再做这个进一步讨论，所以我们希望还有更，真的弄不下来。我们希望有更积极的做法，所谓因为你们会提出来，可是这样还是不够，因为像北荣这一次没有办法达到2%减量的部分，健保局就已经不给付5000多万。的那个费用，其实这些成本有些你们都已经支付出去了，这5000多万再加上吸收警消跟海巡的挂号费，至少因为你们出估嘛，大概2900万，也许这个金额不知道，可是
照你出估好，然后再跟军医院减半好了，你们至少也要负担1500万，这两个加起来就有6500多万，将近7000万。这7000万原来本来可以增加医院的设备跟照顾荣民医疗服务的预算，结果因为你们为了要配合这些政策，这些钱就没有办法落实在这个部分。所以任何的应该要争取的，你们要据理力争。我本席在这里提出来啊，你们应该可以跟我相信所有的委员，外交国防的委员可以当你们的后盾，因为所有的人一定支持我们所有的军工叫警消，我们把它纳进来以后，可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这些医疗院所的本来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照顾军人跟农民，那你现在如果那2%把它扣掉，因为你现在人数会更增加、啊，那你把这些通通纳进来以后，如果你还要维持这2%的门诊量，那受伤的不是农民就是人民，就是这两种。因为他们有些像现在哦，都还没有纳进来，很多人9点要看诊，4点多就要去排队排门诊号码了。所以你们据理力争，应该如果要配合政府的政策，要把这些人，比如说我们的农民，比如说我们的军人啊，军人是军医院啊，把我们的农民跟警消这些相关的人员，他们要排除在计算的分母之内，我了解，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是，这又可以落实政府的福利政策，然后也不会影响所有我们照顾农民的这样设立的初衷。是，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具体的把它提出来，是，就是把它排除，我要把它算在里面。是，我每次开会啊，这个都当作一个必要条件了。我们假如你又把我们这个量给要减少，但这个就诊的量又提高，没有，的确是。所以主委最简单的就是，因为你本来设立的目的就是要照顾这些人，这些人你就不可以把它算进去，然后你再把人民纳进来，你可以做更好的医疗照顾，还有配合政府的福利政策，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希望就把它排除在分母的计算之内。是，好的。那另外，我们在看到说，上次的业务报告里面，就是有关稳定就业方案的部分，已经申请的人数有700多人，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700多人在各类型职业的比例？那个，我跟那个就业处处长，请就业处处长来跟委员做说。保险服务业有占多少人？委员好，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我们简单回应就好。是，目前我们的就业率的情形呢，大概是在资源服务业大概占了31.8%，在制造业占了13.8%，在教育业占了7.7%。服务业还是占了1/3以上嘛，对不对？服务业包含了租赁、人力中介、供应，还有这个保险业占多少？人数可不可以讲出来？如果你要用这样子笼统的说法，那你把人数讲出来。跟委员报告。如果不是，我们希望是。因为我们来针对问题来解决。今天如果还是大部分都是保险业者，那个跟我们一直增加很多的预算，还有这样的很多的一些改善的作为，其实表示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可能是第一，我们的职训班队不符合企业的需求；第二个，可能我们媒介的这些工作，其实还是一样，像过去一样，就是让我们这些农民，其实他能做的好像还是大家外界看到的三宝，这不是对哪一种职业有什么样的旗舰或看法，而是我们的农民过去其实他在军中可能有受到很多专业的训练，他不应该只是这样，而且在我们有这么多的职训的班队成立，花了大钱帮他们训练以后，结果他们找到的工作还是这样，他的问题点必须要把它找出来。我简单来说了哈，就是说像我们是不是还有去拜访那个保全业的业者工会？这边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个数据哈，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在去年呢，我们统计的107年的5月到12月，跟我们提出就业需求的有11,600多人，然后我们提供他的职缺有16,700多个职缺，求工倍数是1.44。那这个之后，我们要求提供优质职缺30,000块以上的。对，我们到去年我们大概开放了11,700多个职缺。就我们现在要看到的资料，就是说到最后为什么还是三保相关的行业，尤其保全业，为什么他还是
居高不下，而且我们的人一直还是去做这样的工作，我把它提出来，因为其实保全业者啦，保全不是不只是保全，保全业者是非常缺人，全国他大概缺了14000多人，可是只有6000多人去报名了、啊。想要他大概只有6000多人，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人送进去，而且我们还编了补助哦，编了一年，你自每个月补助他12000块，他本来如果只有3万块的薪资，因为他为什么大家不去做，就是他的那个工时非常长，然后薪资又低，所以他要找人非常不容易，结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我们又补助了一个月12000块，所以他现在如果3万，再加上我们补助的12000块，他有42000，大家勉强就去做了啊。可是，一年以后他又打回原形，又变成3万块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一直的，他没有办法稳定就业，因为他可能一年后他必须要再去找其他的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跟困难。所以刚刚提到两点，第一，我们的职训班队是不是我们的内容还是有问题的？第二个，我们媒介的工作，你还是把它往保全业送，那他们就没有其他的更好的、更多的选项。这两个问题，希望我们去面对跟重视。不好意思，主席，再给我一些时间哈。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可以去探讨的，就是在上个会期，我们在审查基金会预算的时候，本席就有提到有关于就学补助的方面。因为在年改的时候，没有办法，在上校阶级的跑者其实是被排除在子女就学补助费的这个部分，他没有被纳入，只有上校阶，可是也造成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服务的年资更久，他的阶级更高，可是他反而没有这样的福利。他们到最后，如果因为这些子女补助，其实他们受到变相的惩罚。所以在这里，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基金会这些金额把上校纳进来？它只是一些奖补助金嘛，就是针对这个部分，它的上校的这个部分可以把它纳入补助的对象，至少可以稍微消弭降低退伍跑者对于年改对于退伍会的不满，因为这基金会的经费来源，它99.4%。主要的来源都是农民捐赠出来，或者他往生以后他遗赠出来的这些相关的经费，尤其在这一次基金会今年是破天荒的创新高，因为处分了很多的不动产，还有华新文化中心，所以今年他高达2亿3000多万，这些钱都是农民他们捐出来跟他们遗留下来，主要的目的是要照顾农民跑者。可是我们基金会在今年的规划里面，它用来拍微电影，用来印文宣，还用来出国。如果可以把上校这个子女的教育补助把它纳进来，因为它的人数不多，而且它可以让我们这些退伍跑者其实可以受到一些感觉，可以受到照顾，再加上这个基金会它本来的钱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这些我们退伍的就是我们这些农民，他们基本的用意就是要照顾跑者，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可以纳入考量。如果可能啊，因为副主委在这里哈，之前有几个方案，你们也都有接受。我们希望基金会可以把上校阶的这些跑者把它纳入考量，把他们子女教育补助负担可以减轻一些，让他们可以感受到对他们的照顾。谢谢，谢谢马文君委员。鲍委员，我们这个方案也是在拟到我们啊要考量的范围，我们会好好来讨论。好，没关系，给主委讲一下好不好？什么也可以，可不可以做到？从年金改革完了以后啊，我们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基金会把它做到？这个、要做到，你不要拿去拍微电影，不要拿去。我跟委员报告，你不要叫我打包票。但我们这个方案，刚委员提的，我们已经在考虑，就用这个基金来啊。来支出，可以代为照顾。它有它的规范，有什么进度的话，除了对，我们所以要直接跟规范当中，我们要做一个本会报告一下，因为后面我们等太久了，不能叫我打包票。这个法案能不能过？不用打包票，因为主委你的责任就是照顾我们退伍的跑者了哈。好，谢谢，谢谢主委，请回。好，谢谢。好，我们下一位进行询答的委员是钟嘉宾委员。
主席，在场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长官员、会长工作伙伴、记者媒体林先生，有请主任委员邱主委和我们高荣的刘院长，请。主委员好，主委好，院长好。昨天呢，在院会总咨询，我跟苏院长请教，对于2022年高荣大武分院要如期启用呢，院长说全力支持。我要拜托主委，如果要如期完工，就要定期追踪。我时间宝贵，我现在帮忙追踪，可以吗？可以。好，是。我们今天盘点哈，我们会要医疗，要新增的病床数、科别，那么到预定目标。硬体，你跟其他单位，譬如说要其他单位迁到大武西营啊、大胜西营区，拨交土地的进度如何？那么按期来动工。人力目前所需要员额是不是各荣院都已经调配如何了？分这三点呢，来跟您请教哈。首先设置的病床数，我从高荣看到的是打算先开150床，是不是？院长，保守估计，保守估计，如果能够达到更多，我们会尽全力。好，那目前卫武部核定你们几床？620。622的这个那是审查，审查那许可病床是450床嘛？499。哦，我现在知道是450啊，你们499。好，含这个现在的龙泉分院。含现在龙泉分院是499。好，那这些呢在预定要空池嘛，对不对？是。好，那请教一下，那么你这150床，你的科别是什么？你预计的期程又怎么样进行？是，我们的科别都已经列在计划表里面，那大多数都是集中症的科别。好，谢谢。接下来，那我要请教的比较重要的哈，这是你们的科别30个科啦。那再往下看，那预定的人力，2022年启用的时候需要多少人力？我们预计的人力呢是分期来招募。好，那现在人力缺口呢？现在需要的这些员额呢，我们在高雄总就已经开始做储备的人才。好，那有没有需要我们退伍会主委这边协助？因为你们要跟所有的荣民医院要调度，对不对？是。主委，那目前高荣分院所需要的人力，好，在大武分院所要人力都已经给他了吗？没有完全给，但我们会分年。在开办之前啊，一定会到达一个基本额。好，那我先问一个哈，我按照你们上次的答复啊，在今年的2月，各荣院协调90名，已经协调出来了吗？给了没？给了，可以适应。好，那到了今年的4月，还要再向行政院争取271个，没错吧？是。那目前到哪里了？行政院，你们4月啊，现在3月了。跟我们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月会把整个案子报到行政院去，3月就报上去。那么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个副本？我也可以来跟院长拜托，因为他有承诺，好不好？是，我们报告出去就马上给委员资料。那另外呢，我关心的就是动工的情况了哈。目前大胜西营区预定2月11号要动土，就上个月了。请问退伍会有没有掌握那边是不是国防部已经动土了？知不知道？已经开工了，已经开工了，2月3日已经开工了。好。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大胜西营区，它是今年的2月到2022年3月要完成，但是在今年的9月要清空大武营区，好让你们可以开始进行，对不对？10月份开工。那你们大武营区什么时候动工？还是一样，就10月份嘛。今年10月份。今年10月15号嘛，我看到进度管制15号。那目前关于这个清空的进度，目前有在掌握当中吗？有，还在跟军方就持续在接触着。好，那有没有什么遇到的困难？比如说9月能不能清得出来？他们开始在动了吗？开始在动了吗？因为我接下来如果他们还没开始动，我就要去找国防部长请教啦。是，在跟当地的营区的指挥官都有密切联系。那么现在比较辛苦的一点就是他们的一些管线。是，那这一部分呢，当初的设计图，是新营区的管线还是旧营区的管线？是旧营区，管线他们要先集中到一部分嘛？就是现在我们要施工的那一段了、啊。对，他们要移开。是的。好，那还包括一些他们涉密的一些的物资，是这些物资呢，我们都要在持续的在接洽。好，主委，是啊，邱主委，其实你也当过我们第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你也了解，在第一线的部队，这些工程是相当的困难，需要上级的支持。如果今天换成你是我们空特部在大武营区的指挥官，你会需要国防部，需要你的陆军总部给你什么样支持，才能如期的把土地清空，交给我们高荣来动工？我想说，我第一考量到了，就搬迁到新地方以后，他的
一切运作能正常，我就以这个。对不起，诸位，目前他们先集中，然后再搬过去，是，所以他们先要把他们的人员集中在地方空出，让你们动工。单单是这样的工作，有哪些需要陆总，哪些需要国防部支持的？我想他要既然要集中在那个地方的话，他的一切机能的运作都要正常。好，这就是国防部或者总部是部队长要请求上级支援的。如果其他都是可以配合的。如果基地指挥官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他就会成为我们高雄的问题，就会成为你的问题，对不对？对，所以你要让我知道你们在那边遇到什么问题，我们来协调解决，好不好？好的。好，接下来，那我来看一下哈，最后的行程。好，就是我要建议请主委你再次确认，院长这边他当然要确定他的床位，他的人力调度需要退伍会支持，要跟行政院争取。那我希望邱主委，你们在清空动工的这个部分，是否遇到任何问题，指挥官需要求助于陆总部，需要求助于国防部的部分，拜托退伍会也让我们知道，共同来努力，可以吗？一定，这一定的。好，那就我们拜托哦，代表屏东乡亲，希望高雄大武屏东分院能够如期启用，好不好？是，谢谢。是，好，谢谢钟嘉宾委员来主委请会。接下来进行询答委员是吕玉玲委员。谢谢主席，请邱主委。来，麻烦主委。主委好。主委好，主委，我想先请教一下哈，我们三月六号有一则新闻呐，就是有立委提说要降烟税。那反烟的这个医生啊，就说这个制度啊，这个政策是杀人的政策，为什么要来推哈？那这最重要起因就是因为有民进党的立委在提案，说要降低这个烟税。但是我们退辅会高雄荣总戒烟治疗管理中心的主任啊，这个薛光杰薛医师啊，他却痛批说，这个为什么要提出这种杀人的政策，等于是在开倒车，而且损伤了国际的形象，也让我们青少年更容易买烟，等于是将他们推入地狱。所以今天我们要审查这个荣民的医疗基金，那退辅会底下有台北、台中跟高雄的三大荣民总医院哦，在这三个总医院里面最重要都有这个戒烟的门诊。我想请问这个总医院的这个薛医师啊，提出这个反对这个降烟价的这个态度哦，我们退辅会主委您又有什么立场？我跟委员报告，他个人有什么着眼，他是很专业，我都没有意见，但我觉得就作为一个公务门的议员啊，应该整个政策推动需要配合的，在这个节骨眼当中你自己要贸然的讲出你的看法，我觉得对于整体工作推动绝对毫无益处。就拿我个人来讲，我个人的看法，那我个人，但是问到我可以表达，但是假如说这个场合不对的话，一旦跟这个整个政策违背的，那就自己要拿捏不宜的。所以您认为薛医师他这种的讲法，以你退辅会的态度，以你是主委，你我觉得不会带头反对，是这样子吗？我没有什么赞成反对，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个讲法。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我原来是讲哪一段的支持付费，就是降低烟税。这个，因为我没有管这一段，我都没有看法。哎，真的我没有看法啊。因为主委，你这样子没有看法的话，那现在是三个医总医院都有这个戒烟的门诊。对，那他这样带头反对降烟税，那你没有意见的话，那你支持他了吗？戒烟。但这个跟戒啊，这个烟税的这个我没有考虑过这个，因为这个我没有业管这一段。可是你刚刚的言辞当中，是政府的政策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支持他。不是我觉得讲说，目前只是民进党的立委提出来而已啦。对，这个跟我们戒烟防治中心的工作是没有违背的，当然我一样鼓舞大家戒烟。可是他非常强烈的说，这件事情是让我们青少年更容易买烟，把他们推上这个地狱。他的讲法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是杀人的政策，他这么强烈的抨击，你没有任何的意见？请高雄总院长来做一个说明。谢谢委员提问。那这个问题啊，其实我问过薛医师。那么我说，管这个烟税是政府的事情，这是一个政务的事情。你为什么会表达那么强烈？他有说 WHO 呢？在这个戒烟的上面，我先说明薛医师他是把戒烟当作他一生的职业。
那他也因为这样得到 SNQ 的银奖，所以他也把这个工作当作一个很光荣的工作。所以他跟我说明 WHO 对于戒烟呢有六个面向，六个面向分四个等级，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税金。税金，所以我现在说降低烟税，薛医师的讲法，他这么严重的在抨击。那因为这个台中、台北、高雄这三个总医院里面有戒烟的门诊，也是我们退辅会的旗下，所以我们退辅会对这个三个总医院，我们的态度跟立场是有没有一致性的，这是很重要的、啊，对不对？所以本席才会提出来。那诸位，你刚刚的表态，你的态度就认为说你没有意见？我不是没有意见，这个工作的推动是我们的责任。是，那是支持的，你们会一致的。因为这导致他烟价的问题，或这个是烟税问题，我没有考虑过这一段。是，那好，请你回去要考虑一下，你旗下的三个医院，你们的态度要支持还是反对，还是要一致性，你们要考虑清楚，好不好？好，那我接下来要请教的就是在3月11号了，在礼拜一的时候，板桥大观社区这个破千户，这个破千户，尤其是自救会的整个群体啊，都冲进了退辅会去喷油漆表达抗议哦。那大观院的这个住户最近也是经过我们的高等法院三审定验哦，所以判决在3月18号要拆迁，所以大观户里面很多的违建户在抗议。那我们退辅会针对这件事情，您的态度跟立场呢？我第一个问问委员报告、啊。像昨天发生这种事情啊，我是绝对强烈谴责，而且我已经下达命令，假如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程序再闯进去的话，我们绝对强力的。所以你是会照法院的三审定验，就是要拆屋还地？不是，这是定验的问题。但我在执行方面，我们现在委员可能不知道，我们到目前为止，刚才还要跟我回报，讲说还在跟他们协调当中。所以你愿意就在协调的方式，因为你之前有提出一些帮他申请社会住宅啦，都在做，或者是用租金补偿，还是说以后的租任的问题都在做。那现在就算三审定谳，你还愿意给这些违建户的选择吗？我们在沟通协调，就是说你们是要配合。所以你现在沟通协调是愿意再给他们选择吗？有选择，但不是想说变成一个永久就定在那边，这个案解决不了的，一定要解决。期限我们可以来再谈，因为这个历史严格哦，大概是在没有错，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到现在了哈、哦。那但是在2002年的时候，这整个都市计划这地目的变更，在苏贞昌当县长的时候，把这个地目改成为划入的社福用地哦，才开始有这个官司哈、哦，才有这种诉讼的情形哦。那但是我们认为违建。侵占还是要用这方式来处理，但是因为他们也长期也是有很多是我们的荣民荣眷，那基于我们要照顾他们的情形之下，如果现在刚刚听到主委你也是宅心仁厚啊，你也是认为说还是可以多沟通给他们一个选择，那现在如果他们要回到可以用租任或者申请社会住宅，您都愿意协助他们是吗？我跟委员报告这都可以谈，但假如以这个强势的方法硬要闯呀，要达成某目的，我不能接受的。我讲这个社会大众也不能接受。以前的违建户是多少？这个违建户现在剩下多少？现在几户？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手续的，没有办手续有50户。这个55户。50户，但29户是没有问题的，根本就空屋。50户减掉29户还没有问题，剩下还有21户是。还有21户，对，所以。主委，你刚刚就说了嘛，哈，你说了，你愿意再沟通、再协调，我们希望能够和谐、圆满的来解决这个问题。陈委员讲的很和谐的协调。如果说大家用强制手段的话，那是不应该的，不能用，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不能接受。是，所以在3月18号，如果一定要拆迁还地的话。那你还是有给他们一个妥协的时间吗？没有，我们现在还在谈嘛。如果说谈的妥当，一切很和谐，所以18号不会是强制的时间了。我们乐于见到很平和的收场。是，好，是有诸位这句话，我们就放心的。我们还是用尽量用圆满的方式来解决，好不好？谢谢委员，谢谢委员。好，谢谢吕玉玲委员，来诸位请回。
接下来进行询答委员是邱志伟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邱主委。来，邱主委。邱委员好。这个主委你好，今天是处理这个附属单位预算的哈，大概观光的部分还有医疗的部分哈，我想先请教这个相关观光哈，第一个观光就是你们土地的管理哈，目前这个退伍会所管辖的土地面积大概多少？整个农场的话大概有六千五百公顷，对，所有农场六千多公顷，主要的目的就是休闲娱乐。也没有，有一些是农方面种作，有一些这个农业生产。我们平地农场都是在做农业生产，山高山农场是做观光游憩为主。好，平地农场做农业生产，观光农场做休闲娱乐，哈。好，总共是六千五百公顷。对，多少人力在做管理？我们整个农林机构加起来，目前正职员工跟所谓用劳基法禁用的，一共505个。505。对，他从事平地的农作，哈。这个高山的这些休闲娱乐，包括服务，对，总共500多位，对，那都是国军退出役官兵吗？没有，大概比例是多少？我们高山的话，大概是平均大概在20出头，那平地的话，则是可能会略高一点，大概差不多在30。那为什么高山会比例那么低？高山真的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待遇呢？待遇的话，其实高山因为有服务费，就是说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津贴，其实没有说特别差，但是的确上山一趟来回的距离实在是比较远的。那有一些退伍军人有考量，他们在就业之后希望可能是一个离家比较近，有办法照顾家庭，所以愿意这种长时间上山的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不管是农业的生产，或者是这个观光的收入，大概一年大概平均多少钱？整个我们以107年，我们全年度的话是有12亿，收入有12亿。那支出呢？支出的部分大概是9亿，我们大概就有盈余3亿。不管是平地的农作或者山地的观光，目前都有盈余。这成绩你觉得满意吗？以我们目前几个农场，大概在现阶段，在这几年都算是还蛮稳定的。好，你们的高山这个茶叶是非常有名的哈。是，那品牌是用什么品牌？我们福寿山、清境跟武林都有自己的茶叶，都是用自己农场的品牌。啊，听说这个供不应求。应该算是量少啊，价高。因为他们都是所谓的无农药检出，然后量少价高、那你们这个通路呢？通路目前都是在农场自行来，因为量不多，所以大概都在农场自行贩售，有透过网络或电话接单。听说都很难买，是量很少。的确量是不多，因为我们的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哦。价格应该以它的品质来说，应该是合理的。哦，你们要推展观光，你要一些行销作为。你们行销作为，能不能说一下哪些具体的行销作为？以在跟委员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在国内的话，大概是会以我们自己农场的粉丝团的经营，透过粉丝团的经营，我们会有一直在跟我们这些对我们农场有兴趣的游客做互动，另外也一直会跟媒体我们会主动释放讯息，让媒体去做采访。做传统的电子平面媒体之外，有没有其他社群软体？有，我们现在目前都有在发展所谓的粉丝团。那目前山高山农场粉丝团，像我们的武林大概都有大概8万多了，武林福寿山大概都有8万以上。所以请教诸位，对于这个所谓观光休闲或者农作这一部分啊，你对这是什么处？那个处长？事业管理处。事业管理处，您的事业管理处的表现，您评价如何？我跟委员报，我们基本上退伍会所属这些事业机构啊，我跟他们强调，我们主要目的不是盈利，服务。对，我们是服务，而且就要注意到品质、安全等等。所以只要对于我们整个服务品质有提升的，我都是乐见的。但目前事业处他们所管理的几个，跟几个厂长的努力啊，还有员工努力，我都服务满意的，品质、安全。是。不以盈利为目标。不以盈利为目标。那你们还是赚了3亿多。
不，这个三亿多并不高啊，讲起来并不高、啊。合理的哈。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我问一下这个，虽然要肯定一下这个农民医院哈，龙总啊，三个龙总，不管是北、中、高哈，实际上这个三位院长都很认真在做这个相关，不管是硬体、软体的提升啊，或者是执行政府相关的政策，不管是南向或者是长照。那对这个刚才钟嘉宾委员说的大武分院哈，那这部分我希望说主委能够大力支持。屏东是属于相对偏乡，它需要更多国家资源的挹注哈，所以这个部分应该用最短的时间之内补足人力，哈，来这个把预算能够这个充沛，让这个刘院长能够充分去运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这个大武分院能够上轨道。是。我希望说主委能够承诺能够大力，我们的权力在这个大武分院这一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重大工作。对，业务管制表啊，定期开会，一有问题马上处理解决。我也希望说他有很认真、很努力，想要把这大武分院做好哈。那我希望说这个会里面能够全力支持，因为相对于这个中农跟北农啊。高农的相对预算是比较少一点哦，是，哦，我想这部分应当啊，会里面应该全力支持，好，谢谢，这一定的是，好，谢谢邱志伟委员，来，主委请回，好，接下来是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黄昭顺委员，陈明文委员，钟孔照委员。蒋乃新委员，孔文吉委员，林义华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蔡义余委员，蔡义余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好，今天已登记质询委员除不在场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本日会议由林静怡委员、江启程委员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相关单位以书面于两周内回答。本日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的部分，请相关单位也以书面在两周内提供。那我们今天会议到这里结束，大家辛苦，散会。